原标题1999年，老照片中老上海女人的腔调。上海的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，它东起外滩，西起延安西路，横跨静安、黄浦两区，全长 5.5 公里，以西藏中路为界分为东西两段。著名摄影师布鲁斯在1999年记录下了他在上海南京路看到的中国女人们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